You! American food! 文物加个 cool! 在这里。 麻烦你。 平时你什么消遣? 玩音乐感? 嗯, 我不喜欢音乐的, 我喜欢看戏。 盲佬看戏? 啊, 直接一点就叫做听戏,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周润发、郑裕玲, 智争就是王晶, 陈百祥, 他们。 是啊, 智衰他们的了, 啊, 是啊, 是啊, 智接他们。 Sorry 我个肚唔舒服啊！我叫牛精饭，一向做日落好牛精嘅，又中意讲粗口，不过最近系师哥做保安经理，所以想戒咯。你既然有向善嘅心，主系一定会帮你嘅。梗系要帮啦，唔帮我唔妥噶，唔加富贵添啊！你以后凡系想讲粗口嘅时候，你就尽量用生果名嚟代替。 慢慢养成习惯，咁就唔会讲噶啦。生果名，金生踩你提子啊！唉，啲世人日日嚟问埋啲咁嘅嘢，真系事多啤梨。你做咩扮总经理啊？你有咩阴谋？ 我系扮总经理，我系有阴谋，因为我太爱你啦。你爱我？屎忽啦！屎忽啦！个样仲丑过个屎忽啦！ 望住我对眼，望住我对眼，望边只啊？左眼望左眼，右眼望右眼。冇啊！冇打，有事慢慢讲，将身上嘅钱揞晒出嚟。冇啊！冇，你扮死仔，你扮死仔，梗系听到我啲密话，等我醒翻你哋班友话扑街话你听。冇啊！哎呀，有嘢睇啊！哎呀！ 冇错，死人冇错，好玩啊！有事慢慢讲，除咗你姑入波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布姐，你系咪喺香港？系。我想菲律宾潜水啊，我只船，你去唔去？去。咦，阿贵，你话唔识游水嘅？你名系？吓？阿超个女朋友啊？ 咩话？阿贵，我帮你唔到啊！佢唔系我女朋友。喂喂喂！我净系沟你嘅咋？阿贵，呢位小姐先至系佢女朋友系咪？唔系，我系佢女朋友啊！哎呀，死啦！我以为失明嘅人会老实啲嘅，原来同其他男人都一样。失明？你几时失明噶？点解人话你盲啊？唔系啊，你唔系盲嘅？ 咁上次我换衫嗰阵，睇到少少咋？我谂清楚啦，走唔系办法嘅，自首啦。哦，我一个人嚟就坐监你，你就消完法外。误杀啫嘛，又唔系谋杀。我嘅有个老友谋杀坐监都上个礼拜放翻出嚟，四十几岁啫嘛。系咯，咁啊大把世界。咁啊，减数，佢坐监嗰阵时几岁？九岁咯。吓，我金山炒你。十二少，呢个样好姣。我送俾你。啊？ 点解物胭脂扣系链嘅？扣成日都解唔开嘅，链方便啲啊嘛。贵哥，你大人比见小人过，原谅我哋咯。嗯。